What?剩余的一个价值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的高，是一级有一波遭遇到了，那小天瑞这边打了一套，血量有点低，走不掉，常规意义上知道的一个 counter 建模的选项。来下路这一波一技能摆到了，打很凶，艾博的血量有点低了，是这波必须要进化解一下，在兵线进塔之前要直接抢越，但小天这边过来，猪妹直接迎头一个 Q 技能顶上去，小天知道对方有反蹲的人员，但这波要直接越塔强杀吗？锤石是直接一闪白两个，后续钩子是勾到了塞纳，没有塔布的情况，感觉这个塞纳就难走了。是我两个非常精准的钩子，往后退，那这个位置你可能很难去调整，躲掉这一发 Q。你看到这波，确实也没有人能走到那个位置去帮艾博挡一下。是，因为朱妹其实他感觉是有点想法往那槽里走，这边又是一钩。小天就一直围绕在下半区了，想一个一技能节点截到，一技能摆到 iBoy 这个位置走不掉了。小天的情况下确实太弱了，哎，又是一勾勾到了，直接一个进化，刚好的进化直接秒用。下路一波大兵线回家的 Doinb 是直接 TP 保兵线，一技能节点到大树这个位置，感觉也没有办法保一下 iBoy，iBoy 是直接死在刘青松手下。Doinb 落地以后配合前面蜘蛛 ，Q 反应过来的时间叫队友。有点远啊，这个中野上路被动手了，又是一个 W 技能接节点 ，Cube 选择闪现回一塔下，但是有个青钢影直接一脚过来踢倒以后，但是这一剑砍得不错，分有防御塔的一个伤害。回血了，这波没有砍死 Cube， 最后活了下来。后续猪妹这个位置应该也可以把坑给处理掉，血量已经剩下一丝丝，妖姬补上一个恶毒印记以后，猪妹 X 直接一个 W 技能拿下人头。这波这样的话。终于找回一点机会，但是下路林伟强闪现的一个大招又是直指 iBoy， 而大树在旁边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给到什么保护。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路这波三月一，前面其实已经被压到十血了，但这一发 Q 三，这一发 Q 三后续 W 拉的那一下，因为青钢影第一时间是觉得可能没有必要交这个大招，对吧？是，他那个一技能是踢晕了的，但是晕血这条线飞狙是已经直接放掉了，下路直接叫峡谷先锋。过来，但是这时候青钢影反手被猪妹大刀给大到了，晕眩结束了才叫大招。中路直接大大的树接一个节点，钩子勾回来，灵魂枪秒了，秒掉了大树。大树虽然看似很肉，但这波 BG 是想接团的。塞纳改到正面以后，大树也是直接 TP 下来。这时候金币哥一个人先收到四个人的一个毒打进场以后，拉灯笼一丝血出来，但是大树一个 Q 技能在远方剩下人头，但汉子哥在后方找到了一个 iBoy， 直接利用最后通牒做住，但林伟强的位置也有点危险，霍尼选择交闪现以后魔影明州加上一个 Q 技能拿下人头，小天这个位置也是被四个人给包夹，虽然回头扭了一手猪妹的一个 W 技能，但是还是离不开建模的一个伤害。龙先拿下来以后撤退的过程当中，哎，在这波猪妹被勾回来，技能再摆一下，确实已经亮起了一个大招，猪妹感觉有点难走了。回头想换没有换掉，人头是给到了阴逼哥。另外一边汉子哥是直接 TP 到了 F 六的一个位置，在找 iBoy，iBoy 感觉又无处可逃了，闪现想过墙，但这波明显这个距离是不够的，是的，最后是被 Doinb 拿下了一个 Double Kill。必要去交，而且他在边带的时候其实会进行他更多的一个发育。中路又来压一波，妖姬两段，再回到位置的时候，这边有个青钢影在等他，一技能踢到了，钩子又勾到了妖姬。而且刚刚踢的那时候，我感觉汉子哥还在想这个到底是不是本尊，但锤石勾到了以后，已经判断这个妖姬是本尊，以后顺利的拿下人头。我们正面峡谷先锋直接叫了，因为刚刚外塔是自然就被推掉。刘青松一勾，看一下这钩子是 miss 掉了。那我们是想要直接控大树来杀，但大树有个灯笼，直接往后拉，自然之窝握进来，杜毅的一个血量下得比较快。艾博也是直接给大招，也是下降。这波鳄鱼是没有 TP 的，所以只能到正面稍微回一下自己的状态，但是闪现 Q，
我 Cube 这波感觉杀心已决，但是杜英斌就是锁住自己这最后一丝血。但关键是这条小龙的问题，所以 VG 赶紧回身赶往龙区。这时候林伟强还在岸上面拉弓，这一箭没有穿到，正面小天的一个状态也不好回家了，那这条龙可能不好守，而且上面妖姬上来还直接偷掉了林伟强的维鲁斯，但是维鲁斯在死前是把自己把龙给拿下来，龙魂已经拿了，那方布拉这波应该就是卖掉锤石。汉子哥头也不回，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可以看，继续先给一个视野，哎，灯笼开一下视野，对，踩上来，啊，就这一 Q， 看不太到龙的一个血量，因为刚刚有三名红色方的一个队员，但不知道是不是 X 惩戒交早了，还是最后惩戒没有。真的舒服的走位，哎，这一箭穿到 Forge 了，很痛。正面维鲁斯闪现躲掉塞纳的一个大招。刘金忠的位置也很危险，被交了一个闪现以后 ，Cube 直接走过来压汉子哥的一个位置。BG 正面靠着妖姬的一个能力，现在是要直接来攻克方 plus 的一个中路外塔吗？金刚隐藏在中路想开，是直接大刀出妹了，在锤石接控制 X 交闪现以后 ，Q 技能想往后拉，最后回头甩大，让 Dwindy 没有机会接近他。这时候汉子哥也是 TP 落地，两边已经是拉开。BG 并没有急着来接这波在对方塔前的一个团战，后续上去 poke 回头也吃一剑，两边的 C 位互相的换一波血量以后 ，Ivo 一上来给 Cube 一个空间，青钢影被迫要一技能往后拉开。但他们这几波其实进攻没有卖出什么样的一个破绽，而且前排可以发现坦都慢慢也起来了。是，远古巨龙来了，但这个位置被勾了，刚说完没有给机会。是，但是小天的位置有点危险，小天开了一个金身以后是拉了灯笼以后立刻飞天，剩下一丝血，后续的过来闪现 Q 技能把一丝血的小天直接给偷掉，两边现在都是有阵亡，大面已经开起来，但是时长已经要结束了，这一箭汉子哥必须闪现来躲一下，鳄鱼的位置也是比较深，拉灯笼拉回来。就是航跟小天的一个互换，还有大招看进场的位置 ，X 走不掉了。是的，自己的打野死了，蜘蛛已经复活。这样的话，方 plus 知道节奏上面要加快，直接打远古巨龙。但 iBoy 也是一口一口、一管一管再给队伍奶，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大树也是复活，直接 TP 来到正面。像远古巨龙3000多点血，灯笼拉了一个非常远的蜘蛛过来，两边要拼大龙的一个惩戒吗？堆地是直接找到 iBoy 惩戒下了一个远古巨龙了。剑魔这时候进来，堆地的血量不是很健康，回头先处理，但大树一个人在。远古巨龙坑里面是被 BG 的队员给卖掉了，是方 plus 还是在一个我认为比较艰难的一个时间段，他们成功透过的团战博弈去拿到了，这段时间其实他的进场风险还是比较大，因为两件套他也没有血手，正面直接开皇冠，刘青松想要趁着自己的状况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直接应声倒地开一波团，行已经倒了，树倒了，双龙会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BG 现在正面没有太多的一个作战能力，这个妖姬走上来要很小心维鲁斯的一箭，而且维鲁斯身上已经是有了一个锋刃了，就每个人蹭你一下你就直接要倒了，因为有远古龙的 buff， 远古龙还有40秒，想拼一波，这个时候 BG 已经兵临城下不得不开了，这一箭又传到了后方的一个 iBoy， 血量下得非常的快，左边的门牙是最后的小头宝了。妖姬上来，但是这时候只能找到 Dwindy 作为一个 poke 目标， Dwindy 吃了一波伤害，但是防御塔同样的也在被 方 plus 的两个炮车直接给推掉，这时候 Dwindy 是有 TP 回家补一下状态，在全员正面想要拼一波吗？还有15秒钟，感觉想要一波呀，这个时间点鳄鱼进场直接遇到的猪妹节俭跟上，小天直接独咬拿下人头，而后方青钢也是进场逼退了对方双 C 的一个输出位置，行在正面也是同样的没有等到自己双 C 的一个帮忙，最后是直接被带走，而 方 plus 可以成功的拿下第一局。